香港的樂壇是需要更加多好的音樂，才能夠令到我們香港的樂壇在一個越來越渺小的環境裡面能夠反彈越擴越闊，好像這個音樂會那樣拉闊音樂。九年代里面改编曲的世界是最多的，唯一一首原创歌曲在第一年里面令到我自己觉得是很开心得到的，这首原创歌曲就是当时的《那有一天不想你》。在九零年代到差不多而家1999年咧，好多嘢都是由无变有嘅。咁首先包括由翻版的严重性啦，变到而家非常严重啦。九零年代过后亦都可能会有机会消失。时候香港的乐坛里面很多改编歌曲啦，咁改编歌曲到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有我哋自己香港的原创歌曲啦。咁当大家创作原创歌曲的时候，嗰时亦都曾经有很大的压力嘅，而呢个压力就是很多人对原创歌曲的要求在开始的时候是几睇重，同埋好注重个人风格。咁而喺个人风格里面都是未必能够令到观众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去有个长时间的适应期去接受一些某类型的歌曲，而令到很多好的歌曲胎死腹中。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很多歌手包括我自己 都遇到的一些歌曲，譬如自己可能是心水歌，未必是唱片公司的心水歌。上去唞下先，不想唞了。多少放任和宽恕，然后才可将安全感觉抱住，还要等多少次和谐相处，不见面也可学会独处，用最孤独的心换最温柔的爱，我仍然盼待，何时才发现，就算天涯海角都可能覆盖。
来心更美丽，还要将多少爱埋藏心底，感觉便会保留到夏季。再次多谢每位朋友。